约略是要多少的经费？那这笔钱可能会有两个途径啊。就是从家长会跟校友会这边有在全力的执行。那目前最大的困难点还是在于经费的问题，因为经费初步的预算可能要花到50万块。那这笔金额算蛮大的，再接下来就是场地的问题。那我也尽力在替我们学校的孩子，还有我们就是学校老师能够实现这个梦想，全力在执行中。